谈意。
阿华，我请你喝茶。啊，快，一会儿我们去逛街买东西。小平，我请你吃宵夜。不去。哎，阿景你呢？谁跟你去啊？讨厌。这个臭丫头有什么了不起？师傅。大姐姐，大姐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什么，我来替你拿吧啊。不要，我自个儿来。没客气，来来来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李欣啊，今天晚上散了戏，我请你吃宵夜，好吧？你还是问我哥去吧。哦，你哥是吧？后边还有几个箱子没人抬呀、啊。二路卡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哎，等等我啊。哎，嗯嗯啊，喂，赵树桐。你在干什么？何师爷，大使馆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啊，瞧你这小子，准没干好事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我现在是花锦绣班的打舞师傅了。啊，两位请随便，小弟有事先走了哈。赵树桐，别想溜。干什么？上次那被堵在那。啊啊啊啊！等我们唱完了陈家祠堂那台戏之后，我就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的。陈家祠堂戏你们不用去唱了，为什么？我们赵世雄大少爷让花锦绣班给他唱戏，戏金多少没问题，但是要马上去。哦，这件事就包在我骚鼠头身上了，只要你们少爷出得起钱，没问题呀、啊。谁说没问题？骚鼠头，谁叫你在这儿乱做主张了？这老头是谁？哦，他是我们花锦绣班的梁座仓啊。座仓？哎，是啊。什么座仓？哦，坐的屁股都生了疮。我们花锦绣班收了陈家祠堂戏金，怎么可以见利忘义去替赵家唱戏？哎，我们少爷现在肯出三倍的戏金呢、啊。我们红传弟子闯荡江湖，从来就讲义气、守信用，别以为仗着有钱就可以收买我们。哎呀，这个死老头跟我们讲什么仁义道德？告诉你，我们赵少爷要你唱就得唱，不唱也得唱。你们这两个流氓简直是放肆，给我滚。我看你是活着不耐烦了。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，小子什么人，多管闲事。我是他儿子，花锦绣班的文武生，你们凭什么打人？臭卖唱的，老子打人还要讲道理吗？打住啊！啊，是啊，臭卖唱的，我要掐死你！管闲事的人真多，想来找死的也不少。哎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想惹是生非啊。兄弟，起来吧。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必挂齿。哎呦！啊！对对对！哎呦！啊！啊！呀呀！走！呀！啊！哎呀！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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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问我们红川子弟好欺负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少将少将，他们两个人还敢不敢再欺负我们？哎，陈
全靠人家帮你忙。哎，那位朋友呢？还没请教他的尊姓大名呢。何贵干，请问师父，碧云大师在里面吗？在下林海南求见。林海南，碧云大师正在等着你呢，请进来吧。碧云大师，阿弥陀佛，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林医师，终于等到你来了。碧云大师，太平天国威震大清皇朝，南洋各地侨胞纷纷给予支持，发动华侨捐白银10万两，先委托小弟押送这笔义款前来给太平军作为军费。我代表天王向南洋各地的弟兄们表示万分的感谢。大师，这10万两白银是南洋兄弟们的血汗钱，请碧云大师尽快送到太平军手上。请林施主放心。你不是碧云？碧云，碧云这个狗和尚勾结太平军谋反大清皇朝，我钱黑头奉迎天总崔佐邦大人之命，已经将碧云一干人等就地处死。呀，快点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
贼吗？走，走开！哎呀，黑头，你怎么了？走吧，快出去，出去！黑头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干什么？走，走。下了这么大的本钱，铲除了洪秀全设在灵济寺的秘密联络点，布下了陷阱。哼，你们两个废物，连一条小鱼也没有给我钓着。禀大人，我们差点宰了他呀！住口！你们还好意思说呢？你们打草惊蛇，还不快点去打探那个南洋客的下落？是。
吧。哎呀，别打了，你别打。对，别怕他们。是凌人，我小老虎绝不为他唱戏。对，不给他唱，不给他唱，唱什么呢？大家冷静点儿。赵世雄仗着赢千总，崔佐帮是他的姐夫，到处作恶，谁斗得过他？爹，斗不过他，我们可以走吗？哎，对啊，对，我们可以走，我们可以走。是，梁伯，你快来看呐，快，快呀、啊！看看去。我是在码头上发现他的。哎，爹，他不是帮过我们的那位朋友吗？哎呀，他受了伤。老弟，你出什么事了？我叫林海南，被秦兵追杀。老弟，爹，看起来他一定是位反清义士。梁伯，窝藏反匪的罪名可不轻啊，我们还是把他送上岸吧。不行，这位侠士有恩于我们，我们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就是、把他留下吧，救吧。好，我们就把他留在红船上。吴俊虎，有，你们立刻上岸，通知所有人拉箱回船，生翻起锚，连夜转码头。给你包好了伤口，这里是红船，花锦绣戏班的戏船。红船？那他们是？哦，他是我爹，他是我妹妹玉清，他们是武军虎，他是烧火师傅武伯。武军虎，
哦，戏班里翻翻达达的武行都叫五军虎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五军虎啊。对啊，为了避人耳目，以后大家就叫你阿南吧。啊，好了，你就安心在船上养伤吧。Ha!
没事。少爷，上次在码头，这臭小子帮他们打伤了我们兄弟俩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这小子南拳好厉害。少爷，你要当心啊。南拳，好。停！大家停！不要打了。本少爷今天就用南拳收拾你。我们少爷南拳认第二，谁也不敢认第一。来吧，踏腿。那我就要领教一下。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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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才是南拳王嘛！是啊是啊是啊！啊！少爷少爷！啊！够够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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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赵师兄，你现在是广东第几拳？要是你认了第二，我也不敢认第一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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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小姐你好，阿南，你的南拳哪来的？是啊，教教我们嘛，教教我们嘛。对，我也要学啊，小虎。啊！我不服气，你不服气，我不服气，是不服气，你来试试，来试试，来来来，好，上，哎呦，使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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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使劲，好，使劲，用劲，使劲，用劲，用劲了，哎，用劲啊，四哥，快用劲，使劲，用劲啊，使劲，哎，使劲，啊。哎，这件衣服我给你绑的，合穿吧。合穿合穿。谢谢你啊，怎么好意思？不客气，你帮我们红船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谢你呢。阿南，你给我上来，上来。啊，我就来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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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玩吧，跟他玩玩。哎，好。阿南，他们几个全都叫你师傅啊。我哪有资格的？他们是跟我说着玩的。玩儿啊？好啊，那我来跟你玩玩。师傅，来吧，师傅，过来，过来，玩玩，不行不行，跟他玩玩嘛，会跟他玩玩嘛，跟他玩玩嘛。难道你就不给我面子？来吧，来吧，就下去吧，来吧，好吧。好。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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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
啊，如果不是这根枪断了，我喉咙就被刺穿了。想不到你的功夫也不错哈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师傅你真棒啊。走，咱们喝杯酒去。来，走啊，一块儿喝去。好好好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一定要来啊，来我们走啊。一定要来啊。哈公公，回走帮，在查南洋反匪林海南，劫巨款潜回广东，因你失职使林匪逃之夭夭，因此朝廷大为震怒，特派本官前来督办，务必要把林匪捉拿归案。扎送给您，我们就来。今年的抬脚旺不旺啊？还好，不错啊。梁伯啊，我有事要找林海南呐、啊。林海南？你说阿南啊？他上岸去了。啊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各位大人，请用茶。各位，端午节将至，所以请大家来商量一下龙舟竞赛之事。哎，不要紧的事，来吧。什么事？我是来告密拿赏银的。本官也像往年一样，亲自选派桨手参加。嘿嘿，我敢写包票，我姐夫的黑龙舟啊一定得第一。大人，有人来密告反匪林海南有消息了。哦，恭喜老孙家。哎，买了买了。哎，我要两个橘子，一个柚子。哎，好好好。
剥个橘子吃啊。在里面看戏，照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妈，妈，妈，叫叫什么？看戏就坐。哎，妈，我来接您老爷回去。我好不容易才看场戏，为什么要回去啊？妈，这台戏看不下去，我们要捉拿反贼。什么反贼呀、啊？我刚刚才看出点戏瘾来。哎，妈，您老夫人您看看。妈，您老人家别动气。要我不动气也可以，让我把这场戏看完了，到时候你爱抓谁就抓谁。哎、好了好了，妈，您老人家在这儿慢慢看吧。啊。田师傅，崔大人有令，把这里包围起来。是，包围起来，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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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糟了！赵捕头带领清兵把这里重重包围，说是要抓戏班里的人呢、啊。是怎么回事啊？戏班里人，赵捕头。我明白了。哎，这俩犯人，太没道理了吧？大家静静。安南，你不要。他们要抓的是我。我是太平天国特使，这次押运侨胞的一款被那些清兵追杀，受到了你们红船的收留，我十分感谢。我林海南无以为报，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不会连累你们的。阿南，阿江，梁伯，你也不用再为我操心了，今天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的。我走了。别走，阿南，就算你走了，我们这个花锦绣班也洗脱不了窝藏反匪的罪名。这你放心吧，我们戏班有戏班的办法。时机到了，快走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Thank you.
块躲一躲。好，千万多加小心了。知道了。走。大人，你看。反匪林海南，你是一定会回来的，所以本人在此恭候多时了。看你还往哪儿跑！他妈的，我跟你拼了！大家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们走吧。阿南，你走吧。天明，看！叔叔，小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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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哈公公神机妙算，林海南。想保住这条小命，就我过来吧。好，姓哈的，这件事与小孩无关，先把他放了。好。哎，阿南，你放心吧，放了他。嘿，小飞，哎呀，破！哎呀！哎呀！好快！好快！
完了，花锦绣完了。又是他，二的。他们的手段太多了。这不是阿南吗？阿南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阿南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？阿南，大伯，阿南，少家呢？少家，我哥哥呢？少说呀、啊，他爹，哥哥的少家。阿南，你忍着点，五伯。带你们大家到福建我师兄那里去。到福建去。我们都很好，哎，这次来又要麻烦你了。哎，五伯他是，哦，他就是我的第六个师弟，法号叫做智空。哦，智空大师是吗？智空大师就是我。师父，你不就是那个疯和尚吗？你说的对，清廷破了灵吉寺机关，以清师兄就派我扮成疯和尚去接应你。至于你们那张银票，我已经送去天津了。哦，多谢智空大师。哎，施主严重了，野青师兄还急着要见你们呢，请跟我来吧。好，咱们进去吧。好。他们来了啊！五弟，五哥来了。大师兄，拜
阿弥陀佛，你们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们一路上辛苦了。大师兄，你为了继承师父的遗志，历尽艰辛重建寺殿，比我们更加辛苦呢。我佛慈悲，功德无量，重建开元，普度众生，乃是顺应天意。大师兄，这是花锦绣班的人。哦，你们的事智空师弟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你们安心在这里修身练武吧。别动，就这样，明白吗？好。满意的回答是，兄弟好，啊，哎呀，好厉害，真看不出来啊。师父引进门里，学艺在个人。我只是在这儿当石匠，兄弟下点苦功吧。这大块头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
不是对我这条断臂很有兴趣吗？现在该是告诉你的时候了。哦，清廷为了铲除反清义士，火烧我福建少林寺，残杀我兄弟，我有幸逃出，但是清廷不断派兵追杀。不共戴天之仇，有朝一日要靠你来报仇雪恨。好，要破哈尔斯的拆骨毒蛇传，就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走，嘿，走，走，走。缺德，怎么回事？
一桌好吃的菜啊。哦，有什么好吃的菜啊？听听听听，干香脆皮的大烧鹅，嫩滑滑的白斩鸡，还有啊，甜蜜蜜的茶烧。我跟小胡啊，每个扯了一条十五腿，哎呦，我一口咬下去，弄得满嘴都是油。哇，对呀。后来怎么样啊？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怎么样？被你吵醒了。哦，哎，小伙子做梦啊！你这肉里的做好，小虎饿的是饿过头了。哎，那不是小虎吗？你在这儿？哎，小虎的吗？别来了，还在做白日梦啊？没有，这太眼花了，行了，你是各魂头眼花了，老子没眼花，你们看谁来了？哎，杨哥，小虎，小虎来了，杨哥什么好？他们叫我问候你们。小虎子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是梁哥叫我来的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崔左胖为了粉饰太平，要举行龙舟大赛来庆祝。是，他说的没错。梁伯跟戏行工会的兄弟商议好了，我们红船子弟也要参加。好，马上回广东。引荐一下，这位是皇上派来的御史哈尔赤大人哈公公。哈公公，大家请坐。各位，今年龙舟竞赛承蒙各位鼎力支持，皇上让哈公公带来了口谕，要好好的嘉奖大家。多谢哈公公。大人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开始吧。是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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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
着急，这样子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儿。等我看完了龙舟再来收拾他们。是。
布置吧。长，田飞刀，你马上到那边把渡口封住。是。投兵。是。快点，大将军。我帮死了，是空的。好
老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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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哥呢？南哥。
怕他应与雨，龙潭亦无惧鲜血溅，无乱世如烽烟，豪侠志刚无言。朝夕压民生苦难言，苍生天求可免，大丈夫可挺身为国，头也可断，不怕他应与血，龙潭亦无惧鲜血溅，逢乱世如烽烟，豪侠志刚无言。不怕他应与血，龙潭亦无惧鲜血溅，逢乱世烽烟，豪侠志刚无言。朝夕压民生苦难言，苍生天求可免，大丈夫可挺身为国，头也可断，不怕他应与血，龙潭亦无惧鲜血溅，逢乱世如烽烟，豪侠志刚无烽烟，龙潭亦无惧鲜血。